大家好，我是黄轩荣医师。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除落实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外，可多前往配合防疫措施的店家消费，享受生活，促进经济。民众外出购物时，请务必配合业者的防疫措施，例如量测体温、清洁双手等。另外，购物过程中，请与他人维持一点五公尺的社交距离。 或全程佩戴口罩，选购商品时避免用手重复触摸商品，以维持手部清洁。结账排队时与其他消费者维持适当的距离。购物结束后最好可以用肥皂洗手，维持双手清洁。迎接防疫新生活，守护健康不可少。